上了战场，同生共死。代表新中国在这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，对于美国轰炸东北绝对不能容忍。这个瞬间中国人民等得太久了。1950年毕竟不是1895，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。这是我家门钥匙，还有一把枪把手，他在朝鲜。毕竟不是1895，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。这是历史照片，这是我们的拍摄现场。这基本上就跟刚才那个一模一样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这块雕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。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亮相联合国，感受到73年前的那一个。我有一个感觉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得经历多残酷的战斗，才会拥有这样的力量。英烈中的大多数，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。应该都很年轻，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奋不顾身？他们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战后硝烟？我们为什么要深刻铭记这段悲壮的往事？